即许即光谷啊，有提刀嘛？提刀，对对，一边拿一支啦。有提刀呢？我们海关都有名的。哦，有提刀。就许个光谷啊，对对对，一边拿一支啦。今天下午啊，我们协调分局宅港派出所，班警李俊安看到一位市民借着要进来休息啊，就坐在我们值班台旁边的座椅，那突然间就拿出两把菜刀来对我们李俊安同仁啊实施攻击。那因为东巴两两，警察局已经通报全面加强敌情观念以及警卫警觉，所以李俊安同仁非常积极的先拉开跟歹徒的一个距离，然后起身先退到这个驻地外面，从驻地的广场一直喝令歹徒放下两把菜刀，但是歹徒不但不放下菜刀，还步步进逼，实际威胁到我们李俊安同仁的生命身体的安全。在基于急迫的情形之下，我们李俊安同仁很正确的实施射击，对于他非致命的部位射击了13发子弹，那全部啊，这个大概啊，目前因为送奇美医院，大概有6-7枪中弹，其中啊，很确定的是腹部1枪，其他的都在下盘，也就是双脚。那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啊，有医院啊在救护当中，我们也派人来介护。类似案例啊，我想8月22号，我们两位英勇的同仁因公殉职之后，我们全体的同仁除了同仇敌忾之外，我们也全面加强我们的战术训练，提升我们的警卫警觉以及接敌的一个警卫概念。我们希望不要无谓的跟这些歹徒搏斗，大胆使用正确的使用国家给我们的警戒，这是来保护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保护我们远警生命财产安全的装备。我个人绝对鼓励我的同仁大胆正确的使用，所以李俊安同仁今天表现相当良好，我也予以高度的肯定。刚刚督察长告诉我，经过驻区督察的检视，完全符合警戒使用条例的规定。我已经跟分局长讲，立即发布行政奖励记功一次。那在这里，我也要跟所有的远警、我的警察弟兄们讲，国家给我们装备，我支持你们大胆正确的使用警戒。那我也要告诉所有的全国百姓，警察是在火里来水里去，执勤是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或许歹徒在过程当中受到这个我们武器装备的攻击，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威胁，尤其是生命的威胁。但是在过程当中，或许我们民众并没有办法体会我们那种面对歹徒、面对敌人攻击时候的
那种挣扎，所以唯有请大家支持我们大胆正确的使用警戒，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安全，提升我们的士气。我想这一次学甲分局李金安同仁的表现非常值得我们肯定，所以我们给他行政奖励，谢谢。那你下这个可以。